好生气哦，他怎么那么气啊？你杀气也太重了吧，王子。他不想听嘛。好，来就站到位置。老师说，我觉得堂主掐指一算，今天的造型，这个可以算出来谁会赢了。好，来，罗马竞技场，一贝贝，跳。就是这个样子，哎，手上的锤子直接往脸上招呼就对了。看来这位兄弟真的有的吵喽。酷酷谁的？小兵的小兔。超美！这个不用看啊，我就用这个，甚至月光石我都不用，我直接就可以看出来。小兵，你真的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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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兔 ，What is your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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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不是开玩笑的哦，老板最近少一杯杯，好害怕，我走。加油！加油！小兵稳住，小兵稳住，小兵小心！太快了吧！小兵是不到一秒就被解决，就被出席了。你再让他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我让你好不好？拜托杰克的。我嘞，我盯下去的感觉啊，太快了。对啊，太快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输几场了？我们已经输三场了，还是要不要这次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我觉得真的，因为你知道他这个体型这样会被人家说话，我们网友很狠毒，都会投诉。再一次，对啊，再给再一次，你单手让他。对啊，单手。那这种背后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说我们不公平哦。小饼加油啦，好。小布加油。好。你知道再揉到我，你会死很惨。我先讲，来哦，罗马进场，一百杯 ，Q， 啊，兵加油！用单手的小布，还有不服输的小兵，到底谁能获胜呢、啊？第一关罗马竞技场目前战绩由魔幻队以3-1领先曼旺队了，在到底小布小兵对战，谁能赢呢、啊？罗马进场，一百杯 ，Q， 啊，兵加油！这个他好弱，我真的是大家，对不起。你真的太弱了，弱。我真的没有意思要欺负公主方，真的。他自己掉下去，我没有打他，他的本不要打我。这一段真的没办法了。好，小兵来退下，马上进行下一组阿本跟小玉。阿本跟小玉是世仇，为什么呢？请看我们转播。现在看到就是阿本，哎，被当时穿紫衫衣服的小玉用单手就击倒，哎，摔得四脚朝天的画面了。你们的恩怨今天会了结吗？来互呛一下，怎么回事？你死定了！头比较大声，我比较有狠哦。你脑袋爬再来跟我阿本比，我看你已经吓坏，等会就让你知道公主帮的厉害。小玉，你上次叠得很漂亮，那我这次呢，让你叠更漂亮。这就叫呛下。他每次都很笑面虎嘛你。阿本小心一点。来哦，罗马竞技场，一杯杯 ，Go！ 阿本加油！有气势！不是好惹的，近两个月的卧薪尝胆，一雪兼职，异常卓越喽。阿本
不错，你这个完全眼睛有看到要血池，因为我回去都有去家乐福练这个。就我只要在家乐福各大百货看到这个，我就会上去转两圈。大卖场都有试用的，还被店员警告说，哎、欸，不要玩坏掉了。好认真啊你。好啦，退下小玉输的，这没话说啦。耶， yeah, 下一组阿伟小马。阿伟，这个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阿伟，你这作弊的行为，你要正常比赛。阿伟在哪里？阿伟，真的、啊，你死定了，站上去吧，来吧。他生气，有听出来？好意思说你？哎呦！矮子发飙，我怎么说别人？找到自己去，来哦。罗马竞技场，打死他！就是现在，小马。小马一推就弹个大老远，没摔伤了阿伟，不过你的表情还蛮狰狞的。这组谁啊？多多虎牙。多多，好几天不见了，你好吗你？来，呛虾一下。呛虾的部分。你不要以为你是新生，我就让你了。哎呀！只会后空翻，已经快混不下去了。不输，多多加油，多多干掉他，多多干掉他，多多搓，多多干掉他，多多你不要，我输了，你怎么强了，多多，你不需要输在起跑线上，你 OK 吗？我觉得你不 OK， 我觉得他会摔倒，哎，我觉得呀。得意的笑，好好笑，牙都包不住了，你看看。多多加油，罗马，你不要吐吧，多多。罗马竞技场，预备备 ，Go！ 多多加油，不要加油，多赢，加油。我这，多多，加油！旋转然后放弃，对啊，这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弟弟们都比完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要一个卡巴斯的对决，卡巴斯的对，帅的对，不高的，这个感觉帅的是我，尽量呛。我觉得多说是没有用，今天我看到帅哥就一肚子火，来，要顶了，是不是？顶爆！告诉你好不好，再怎么样顶出去玩之后呢，还是绑不到妹。香哥好帅，酷，这个回声攻击的层面，你这个假周杰伦，我跟你拼了。好，就战斗位置，两位队长之间的战争究竟谁能获胜呢？